视频的开始，一起来玩个小游戏吧。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会成了什么？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就评论在下方吧。在大自然中更是体现了弱肉强食，狮子那可是草原上的霸主，他们的捕食能力那可是没人可质疑的，一旦捕到那种大型的动物就够他们一家人吃好几天的了。但是后来狮子实力强悍，但是未成年的小狮子战斗力那可是非常弱的，所以他们也会被捕食者给盯上。这不，一头母狮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草原上悠闲的玩耍，不料天上突然下起大雨，狮子们为了躲雨纷纷来到一棵大树下休息。随着大雨很快停了，于是小狮子贪玩的心又蠢蠢欲动，但是全然不知高空中一只老鹰对他们虎视眈眈。这只老鹰快速的冲向小狮子，可谁知失败了，因为它的羽毛沾满了很多雨水，起飞失败了。很不幸的被这群狮子就发现了，于是纷纷上前将它团团包围，最后英勇的空中霸主就这样惨死在狮子的口中。还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呀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评论哦。